是三级防护服，三秒按钮开关，按三秒开，按三秒关啊，一二三档，对吧？嘴部开，这边按钮开关，三二一起，嘴部开关，按开打开，往外吹啊，把这个面罩膜给撕掉，是吧？把这个面罩给撕掉，对吧？对吧？这是2024最新款的高端防护服，有黄色、绿色还有迷彩色三个颜色。如果你认识的蜂友资源比较多，就是考蜂的比较多，那么你就来找我们，我们这一款非常高端的一个防护服。只要你认识的蜂友足够多，那你就来找到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给到你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。五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赶紧来联系我们，你就拥有这款高端的防风服，红娘金环束风土风一起搞定。